哎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时候也闪婚的。我的一个好朋友，我的心目中的一个 angel， 对，先生，我是这样祷告啊，是这样口啊，我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这首歌你要唱哎，这个有你的份。这首歌呢，哦，很少人，这个有深厚的一种感觉。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皮的男孩，哦。我跟我的吉他手 PD 兼还有玉哲，我们去钱柜，台东的钱柜唱歌这样，然后我们三个人点了一手啤酒，三瓶是拿来喝的，三瓶拿来干嘛？撒的。然后我们三个人脱衣服在那个包厢里面自拍，哦，差点点有点点那个断背山的嫌疑，哦，那个照片好像是哪里还看得到，不过。玉哲不好意思 po 了，因为那个他的身材变太多了。哦，这首歌呢，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那种手牵手这样搭着肩膀唱。哇，对啊，手牵手这样。然后，所以如果手牵会唱这首歌，跟我们一起唱。这首很简单，真的叫做怎么办？哦，送给守正啊，我们的朋友、认识朋友，还有新朋友，还有美女帅哥，还有铁花村的朋友，这首歌要送给你们，叫做怎么办？唱，哦，反正它很简单的，我们就怎么办？你是我唯一的美梦啊，也是我唯一的烦恼啊。你们唱，漂亮，节奏这样。别那满天繁星的夜空，心中永久一点点虚空。寂寞，一个没有依靠的心情，怎么办？一个人走在秋末的夜晚，是否应该慢慢的走开？
里把你的心，让你看清了瑞普大海。是不是心机的他怎么认识我，在你的地方呢，我们要想怎么去做，我在你每天当中发现夜空清楚你的情况怎么办，我在我心里走过的城市的故事。Yeah, baby, 我在等待你的一个答案，你总说不出的就每个都多的希望，你怎么办？这个在我的夜晚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走开？给自己一个非常最后一个掌声。